你的顶流歌手却从不给活人唱歌，而是每天在各大灵堂做巡回表演。哪里闹鬼你就唱的乐起劲，只因你的歌声对活人而言平平无奇，对死人来说却是天籁之音。于是你用5年时间积攒了100亿音阶粉丝，夏至一个月流产的胎儿，上至地府的老大阎罗王，全都是你的骨灰级粉丝。而当有人把你在灵堂唱歌的视频放到网上，网友们纷纷嘲笑昔日全国选秀冠军靖伦落至此，并开启新一轮的网暴。可这却惹怒了你的100亿音阶粉丝们。当晚一些黑子们就梦到了他们祖宗十八代，祖宗们手持应援棒怒骂这群不孝子孙，而你此刻正在灵堂唱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歌曲。如果单拿出来每一首都能引起现象级爆火，可这里的人们压根没认真听，只把这当做哭丧的背景音。但是作为今天葬礼主角的李老
光越发敬畏。这个弹吉他的小青年到底是什么人？竟连官帽上的字都改成了应援口号，阎王爷不管管吗？不过李老头的震惊和困惑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，因为你开始唱歌了。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，四季如春。歌声一出，李老头僵在当场，旋即泪水不受控制的夺眶而出。他感觉旋律好像穿透了他的胸膛，轻轻地抚摸他的心脏，往事一幕幕接连浮现。他活了86个年头，比国家成立的时间还要长。幼年经历过尸横遍野的战争，那使命比草芥，活下来就是奇迹。后来他见证国家在风雨飘摇中建立，百废待兴。长大成人后，他以渺小而坚定的姿态，一头扎入时代建设的洪流。如今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出现，他却开始老了。他累了，倒下，就再也没能站起。李老头本以为活到这把年纪，他已经心如止水，可如今他却控制不住，嚎啕大哭。好像要把一生中该哭却未哭的眼泪全部释放出来。现在李老头总算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来听你唱歌了。你的歌声仿佛有魔力，会触碰到心底最柔软最深处的角落，让人又痛又爽。其他人的反应也大差不差，有的大哭，有的大笑。听众们为了你而痴狂，恨不得把胳膊拧下来当成荧光棒挥舞。可惜你看不见你的歌迷们，以为自己一直默默唱着没人听的歌，但其实你的演唱会场场爆满，甚至你的阴间粉丝数量比阳间全球总人口加起来还多。而就在众鬼都听得神魂颠倒，如痴如醉的时候，灵堂外面有双年轻的眼睛也盯上了你。前明是个大二的学生，在一边等吃席，一边在宿舍群里吐槽：卧槽，儿子们，猜我发现了啥？那个唱歌的灵堂歌手是顾白啊，被封杀的那个冠军歌手。一分钟后，群里炸了，几个人聊出了几十个人的刷屏速度，居然真的是顾白，那人渣竟然真的敢出来溜达呀！我要是在现场，上去就是一个大逼兜。钱明，你亲戚是不是没认出顾白那人渣呀？找个机会悄悄告诉你亲戚，把顾白赶走。钱明坏坏一笑：我亲戚年纪大，不怎么上网，说了他也不懂。不过，我想到一个更妙的办法。很快，一个上述标题的视频传到了个大平台。当年那个当众八柳如烟衣服的冠军，我竟在葬礼上看到他了。视频很快就上了热门，而你还不知道山雨欲来。你在吃席之前迅速打包了几份，跟主家结清费用，便回到了车上。哥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肚子饿了吧？我给你带吃的来了。嘻嘻，我就知道是你，我闻到饭菜香味了。顾盼把手里那本盲文书籍放下，熟练的摸索到了灯的开关。以前你接灵堂表演的活，只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，可现在你接活是为了赚钱给妹妹治眼睛。她乖巧懂事，被哥哥连累却从没有怨言。若是严重几乎到失明的地步，还学会了做饭洗衣服。为了省钱，悄悄退学，自学盲文和三年初中课程，还用学费给你买了辆破二手车，陪着你天南海北的跑演出。他的懂事和付出，让你彻底把他当成了亲妹子，而不是拖油瓶。而医生说最好在18岁之前带他去做手术，不然眼睛就很难恢复了。你必须要再努力一点，以后一个月多接几单。快速吃完饭后，你下了车，你给一些老主顾打电话，想求他们多给自己介绍几单生意。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几个都打不通。突然有个电话主动打了过来，你一看联系人是下一场已经预定他出席的主家。喂，你好。你的声音刚落下，对面的人开始说话，一张口就扔下一道惊雷。顾白，简单的两个字几乎把你轰傻。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别人叫你的全名了，你真的说不出话来。对方从你的沉默里得到了回答，还真的是你，你真的跟网上说的一样。你敏锐地捕捉到关键词，
网上说什么合作取消吧，对方没有回答你的话，而是直接说出了打电话的目的，我们已经另外请了人来表演，你就不用来了，给你的定金不用还了，算我们倒霉。电话挂断，你已经猜出个大概，你赶紧打开微博和某音，看到首页和热搜上已经铺满了你的视频，每一个视频底下都是对你的辱骂，尤其是顶着柳如烟头像的粉丝，他们就像护主的狗一样，把你的30多条黑历史整理成长图，到处给人发，美其名曰要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。看着那些错落百出的证据，你很想反驳，可是才刚打几个字就删掉了。算了，这个号是妹妹的，还是且用且珍惜吧。万一号被炸了，以后网购都成问题。原主已经用生命为代价告诉你，硬刚是没有用的。当前治好妹妹的眼睛才是最要紧的事。与此同时，李老头听完你演唱会之后，意犹未尽的跟随黑白无常离去。最终，李老头被带到阎罗殿，余光里瞥见黑白无常飘上去，也不知道在跟阎王汇报些什么。上方传来一个雷霆般的声音：“签字。”李老头有些疑惑，怎么什么都不问，上来就让签字呢？他悄悄抬眼，只见黑白无常扛着一本厚度比他们还高的书，吃力的挪到李老头面前：“李狗剩是吧？快签字吧，不认字就摁手印。”在印下的前一刻，白无常突然问。你想不想再听顾白唱歌？李老头下意识回答：当然想。话落，手指印下，忽见纸页金光一闪，随即金光一出，照亮整个大堂。端坐在上方的阎罗王猛地跳了起来，兴高采烈，拍手叫好：100亿了，终于凑够100亿签名了。这模样，哪还有半点庄重威严的样子？李老头惊愕又不解。这时他悄悄侧头看了一眼书名，封面上的字迹不是生死簿，又不是功德簿，而是地府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办公系统应用联名请愿书。就在李老头懵逼的时候，黑无常也兴奋的一蹦3尺高：太好了，凑够100亿个联名请愿，地府终于可以申请跟阳间通网了，呜呜，我终于可以上阳间的网络，搜索顾白的新鲜物料了，我要关注他微博，我要听他直播唱歌。随后在万众期待之下，阎罗王用颤抖的声音道：现在无宣布，通网仪式正式开始。语毕，他正式将网线插入阴间联网之后，就可以连通阳间的互联网，搜索到任何阳间的信息。为了欢庆这一时刻，吴将选择高清无损音质的视频投放到大屏幕上，让大家一起观看。告诉吴，你们想看谁的视频？答案不言而喻，所有鬼阵必高呼顾白，顾白。然后阎王亲自在键盘上打出顾白两个字，然后摁下回车键，众鬼屏息凝神，翘首以盼。地府以前上不了网，大家并不知道网上对你的评价如何，那些曾经在生前看过你八卦的人，也因为彼岸花的影响，记忆产生了混乱。现在所有鬼都理所当然的认为你在阴间是顶流，在阳间肯定也是顶流中的顶流。然而页面一闪，屏幕上所搜到的东西让所有鬼都愤怒了，没有想象中的高清写真，没有期待中的直播录屏，有的只是全网对你铺天盖地的嘲讽和谩骂。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，他们心目中足以封神的你居然被人这样侮辱，怎么能容忍别人这样欺负诋毁？他们这些粉丝只是死了，又不是灰飞烟灭了。许多鬼情绪失控的发出尖叫，面容身形开始扭曲，竟有化为厉鬼的趋势。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家顾白？他们了解他吗？一时之间，整个地府飞沙走石，群鬼乱舞，就连阎王也气得一拳击穿了电脑屏幕，扯断了电缆。污蔑，一定是污蔑，生死不拿来，吴要把这些骂吴偶像的人通通插掉，吴要插光他们。在地府的鬼气外溢到顶点的一瞬间，人间突然全网瘫痪5秒钟，而你这边也突然发生了异响。叮，宿主粉丝已累积至100亿，冥冥之音系统将为你开启永不封号直播间，请再接再厉。你愣了好久，突然你捂住嘴巴，泪水像兰州拉面一样流了下来。系统啊，亲人啊，你总算没有抛下我了。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还以为我脑子有病，幻想自己有系统，我都快抑郁了呀。可不管你怎么声泪俱下的倾诉，系统又像死了一样，再无回应。100亿粉丝，永不封号直播间。你回想起这几个关键词，心里更凉了。坏了，自己十有八九是疯了。真敢想啊，100亿粉丝，这颗星球上满打满算也就70多亿人，哪怕有100个粉丝声援你，你在网上也不会被骂得这么惨。不过，你脑海中还真的浮现出了一个账号。既然封了，干脆就封彻底点。你打开某音，尝试着登录账号，你丝毫不抱希望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违禁词。以前就算点个外卖，联系人叫顾白，都没法确认地址。然而这一次却登进去了。你点击了一下开播按钮，令你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：无需实名认证，这个账号竟然非常丝滑的开播了。眨眼的功夫，直播间就涌进来100多人，而且在你点击开播的那一瞬，某音的首页突然飘起一条显眼的横幅，上面写着。用户 at 顾白开播了，快去直播间围观吧！网友们先是懵逼，什么大主播呀，居然有首页推荐位。再定睛一看，用户名居然是顾白，而你此时更懵逼，系统是真的，你真的拥有了一个永远不会被封锁的直播间。这意味着你有了一条为自己发声的渠道。你看了一眼在后车座睡着的妹妹，悄悄下了车。你走到一处无人路灯下，再次点击开播按钮。与此同时，首页再次飘起红色横幅，一瞬间，无数网友呼啦啦涌进来。顾白这种人渣的热度也蹭，毫无下限的玩意儿。审核是没有上班吗？这么多人举报，怎么没有处理？看着满屏幕的你，意识到大家还没有认出自己。于是你慢腾腾地把自己半长的头发拢到脑后，你已经遮遮掩掩地躲了5年，可既然还是躲不开纷扰，那从此就不低调了。你特意把手机调整了一下角度，对着镜头淡淡道：“好久不见，我是顾白。”本来密密麻麻的弹幕突然间空了3秒，然后以爆炸的形式喷出：“卧槽，卧槽，他怎么敢的呀？这种阴沟里的老鼠就应该躲着呀，他居然这么高调开直播，还买首页推荐位，卧槽，某音不做人了吗？这种垃圾也放出来，怎么什么脏钱都收？”正在盯着直播间的一帮内部员工们，脸齐刷刷黑了，他们倒是想疯，可是疯不了啊，后台的用户 ID 都是空白的。你看着满屏幕火山喷发。
发式的谩骂和诅咒竟感觉有些爽。骂吧骂吧，反正不论怎么举报也不会封号，有系统罩着的感觉真好。你压下嘴角的笑意，霸气的给自己点了根烟，然后说道：五年了，我一直在等待迟来的证明，可惜至今没人给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自己要。网上一切流传的关于我的黑历史，30个里面有29个是假的，随地丢烟头我认，其他的全是诋毁。网友们一听你这么说，气得都乐了，这是真敢辟谣啊，你咋不说你发酒疯非礼女明星的事情？就是当众扒女明星衣服才是你被封杀的主要原因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看你怎么狡辩。你摇头笑笑，笑容中有些许无奈。关于说我非礼女明星那件事，具体的辟谣我在5年前已经发长文解释过前因后果，我说的明明白白，我是见义勇为，你们不信硬要颠倒黑白我也没办法。那一晚在场有几百个人，每个人都有眼睛，只是在资本面前他们都成了睁眼瞎和软脚虾，我不怪他们，装聋作哑也是为了自保而已，但是我不会原谅施暴的人，还有被我救了之后反过来背刺的人，还有那些收了钱之后助纣为虐的人。喂，孙大刚、柳如烟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我睡不着，你们干脆也别睡了吧，要不上来连麦聊聊。最后一句话将本就情绪激愤的网友再掀上了几层楼，你直接把人名喊出来了，这是贴脸开大呀。孙大刚，万盛集团董事，市面上一大半的热播剧都是他家投资的，而柳如烟，她是5年前那晚被扒衣服的女明星受害者。5年前她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糊糊，那件事之后因祸得福，如今已成知名女明星。看着弹幕里疾风暴雨般的辱骂，你连新鲜感都没了，骂半天也没见骂出个花样。这时你想到系统说过的100亿粉丝，既然系统给你的永不封号直播间是真的，那么100亿粉丝也应该是真的。虽然你连这100亿粉丝的影都没见着，但是也应该宠粉，给点粉丝福利。第一次直播没什么经验，就给我的粉丝朋友们唱首歌吧。但是在此我要说一句话，不想听的滚出去，好走不送。他在说什么屁话？他哪有粉丝啊？瞎了眼的才会粉他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吗？镜头里你还没开口，弹幕就已经开始唱衰。我先退了。听说这个顾白5年来一直给死人唱歌，真晦气，我怕脏了我的耳朵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10几万人退出了直播间，但是更快的有几十万人涌入了直播间。目前为止，你的直播间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。就连一些参与过5年前那场晚宴的明星，也看到了相关的热搜。同一时间，柳如烟也看到了你直播的消息。助理站在他面前，举着手机给他看你的直播。只见柳如烟秀眉微蹙，盯着直播间的眼神越发嫌弃厌恶，就像在看一只蟑螂。终于，他忍受不了，让助理退出直播间，手机拿远一点，别让我看到他。别人或许会以为柳如烟这样的反应是出于对你的厌恶，只有柳如烟知道，他是在害怕和心虚。当年你救了他，他却在报答与报恩之间选择了报仇，他能怎么办？他也很无助啊，怪就怪你不识时务，没背景冲什么英雄，给他招来麻烦。可是助理离开之后，柳如烟又忍不住登录小号，悄悄进入你的直播间，他想听听你到底要说什么，是不是掌握了什么证据？直播间里，你正在调试吉他弦，然后对着镜头露出了今晚第一次真心的笑。我的粉丝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直播，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喜爱。平时我唱的歌都比较伤感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开播，就唱首欢快的歌来庆祝一下。说完，你不再看镜头，而是专注的看向了吉他。这时，一串欢快轻松的旋律已经从你的指尖流淌了出来。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所有正在打字辱骂你的网友全都瞪大眼睛，开口跪。这首歌的开头也太好听了吧！可以说，这首歌的动听程度跟你讨人厌的程度不遑多让。为什么？仅是寥寥几句就能让人听出温馨的感觉，歌声还在继续。尽管直播间的观众们不想承认，但是他们打字的速度真的在变慢。这是什么歌呀？为什么第一次听就这么好听？歌词和旋律就像直接住进脑海里一样，他们莫名回忆起一种熟悉的感觉，那是儿时外出疯玩，抓蚂蚁，玩沙子，摘叶子，无忧无虑的快乐。一直到落日融金，暮云四合，忽然听到呼唤，回头一看，是家里人披着一身的晚霞走过来，换他们回家吃晚饭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又快乐又温馨，生活充满了期待。甭管他们主观上多么讨厌你，他们不得不客观的承认，你唱的这首歌非常好听，甚至可以说它远超市面上流行的所有歌曲。他们在情感上已经完全被这首歌征服了，但是他们理智上无法接受自己是被你打动的。对，一定不是他的歌。有人用听歌识曲了吗？有没有搜到歌名？我用了，但是我没有搜到耶。该不会这首歌是顾白原创的歌曲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肯定是翻唱，要不就是抄袭，或者是填词，曲子是从国外买的，词是请人填的。你看到这些弹幕，真的是无奈极了。网友们还真是逻辑自洽呀，一下子就把所有漏洞都找到好了。而你不知道的是，地府这边阎王已经让牛头马面把说你坏话的人都记了下来，今晚就准备让他们祖宗去和他们好好谈谈。